大年二十九，一辆大客车在去往汽车站的路上发生了爆炸，五人中仅有万司机生还。据警方最近的案情通报，大年二十九深夜的烟花爷爷爆炸案中，车上共五人。你再想想，你确定没搬错啊？你他妈踩着你爸和你姐的尸体挣钱，你知道吗？他那是气话。哎，叶小虎啊，你这可不能瞎说呀。